落空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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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一队轮空了。我看，操！我操！大错吧？你不信吧？神我不木信。加摩天，女儿方寸，来直接把渡边曼珠杀了，嗜血之技化生术，直接水蓝法系啊！烟雨龙龟骑法王，法系的宝宝防御就可以，宝宝全部干。干曼珠啊！我操！我自动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我本来是封他方寸的啊。没事，小场面，稳得住。一把嗜血之息交他多人了，我操！小组没中，你没这事，逼真垃圾！我操！没出手也可以啊。也不亏。武装要不死就给我留云啊！这怎么死？我操！我高连也没跟。没事。武装给我留云，武装宝宝顶大，法系防御，法系宝宝给咱们武装再顶大。化生四直接守龙龟，化生四宝宝清我，你地府丢宁自保清我。哎，要注意啊，咱们第一回合要赶紧操作，第一回合很容易出错啊。咱们到正式比赛的时候吧，咱们的六比赛的时候，我就刚刚还有8秒的时间，还跳出去了。主要是我们亲戚嘛。我操，武装还没对面摩天快，不是吧？嗯，对面鸟的速度好快。那让法系罗啊，你龙龟撞那样，法系野兽吧，别罗了。武装自己开去烟雨四号吗？你地府踩个塔，化生四群推血一把，化生四宝杀我，你地府宝杀我，法系野兽，法系宝宝，给自己宝宝吃个大。对面怎么会上这种阵容呢？还他妈开个鸟阵，东风鸟呢？可以，我操，对面拉了呀，感觉。拉金刚吧，把万能杀杀了吧。烟雨，大怂龙咬过去，法系嗜血自己宝宝，法系的宝宝给自己宝宝，法系宝宝防御吧，好吧，我清一把，万能四拉金刚宝宝全部干。只人3600，我操他妈！大克就是牛逼。
我接把罗。行，那我得封他不夺特技，不让他笑你。然后武装去烟雨对面三号，武装的宝宝撞自己，法系防御，法系宝宝撞能力因素，好吧？化身四才打化身四宝宝去杀一号，地府宝宝也杀一吧。先把他清空。哇操，牛逼！绿的卑鄙，我操！你上塔吧，我就把他凝聚一下。他方程出来了，能点他吧？行。这肯定要杀了。嗯，那他。化身四给宝宝拉金刚。然后烟雨左边什么灵？法系嗜血之技，好吧，法系宝宝给龙龟顶个大金，武装烟雨过去，武装的宝宝撞自己一下，稳一下，好吧，你化身四给宝宝大金刚，牛逼！神木林贴了5000，啊，摩天宫贴了5000。我操，他这神木林血这么多啊！他点了那个经脉吧，光芒石效果增加70%吧。把那普陀杀了吧，算了，把天屋杀了吧。法系防御，法系宝继续龙龟顶大，武装硬过去，武装大怂咬过去啊，咬的面糊弄球，继续杀他啊，挂小死弄他。他真的起纸人了，厉害！哎呦我操！太牛逼了，对面女儿村没动啊，我没愤怒怎么搞，我封他最佳法宝了，灌小死给他女什么灵吧，武装大锁咬过去，不是武装硬，武装宝撞自己，法系直接招手，法系宝撞自己就可以了，好吧，化生四再给破甲一下左边红球，他流云之后我就没他快了，
点的一速吧，武装英语换成是水晶队长，把季节拉至圣马西米就可以了啊。行，大总咬过去吧，咬他一速。哇操，牛逼！厉害！操！哎，这武装的威力太强了。还玩吗？那边不用你直接招蛇吧，武装去烟雨对面的右边猫岭，武装宝撞自己好吧，你法医防御宝防御就可以了。咱们高连压右边猫啊，找园灵是什么呀？我让你招蛇你招怨灵，我随你干嘛，我操。可以，这小兄弟操作意识在的啊。王总牛逼，他没死掉，我换个须弥吧，好吧，武装去烟雨右边红灯球，把戏再拉着招蛇的宝宝吧，武装宝撞自己吧，换成直接偷酒吧。你地府抓一下右边猫试一下补牙刀吧，好吧，对面床没配住，跟右边的红灯球。他有罗汉，你打个情绪出来，差不了多少。他竟然不人顶的，我操，这么多血啊！哇操，拿成就了没？有逼！我要是对面我就跑了，真的。立的威逼，我操了个弟弟。哎，可以，怨灵不错。开无间吧，武装阴雨队长，法系焚魔令，化成是苍灵雪雨，地府无间地狱，武装大鹏咬队长啊。这里武装自带高级必杀呀，我操，这对面的神灵还带青子龙龟，比赛可以输，龙龟必须死。
江苗氏再见。八金刚，我来个烽火。头上的羽毛是加法伤的。宝宝一个没死，不对，死了一个，死了一个法系的虚名。哇操牛逼，哇操牛逼，一个完美的三杀结束战斗。